终于要开始玩这个巴比伦圣歌的最后一章了。这样一来，我这个已完结的游戏又会新加一个。今年争取也不拖更，不对不对，不烂不是不拖更，更还是要拖的，要以不烂尾为这个目标。这个看起来像是人群普通人。这个看着应该是塔，这个应该是放逐吧，毕竟这一张就是放逐之地，放逐之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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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哦，塔肯定是这个，人群肯定是这个，这是在干嘛？思考，悲伤，放逐之地，哦，因为这个孤岛嘛，嗯。放逐人靠塔，但是上面的意思还是看不懂，什么什么高塔，你们去高塔，我要去高塔。人车去的动词，放逐，这门能进吗？哎，这有人哎！如此高科技已经用上了。他在这边好像有动画可以看，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看到他想说什么？不行，你好，我或者你或者什么，这个都不能讲话了，这个还可以讲话，他好像死了，因为他看这个小屏幕就能看到这里的人的在想什么，是不是？然后这个人说明他已经死了，所以他这边才什么都没有。这个肯定应该是人称，你或者我，哦，就示意我这个可以转。人就去肚子高塔，人类哦，这些是我之前有过的一些词哎，应该是比如说像这样就能对应哦，人类我，人类和凡人不对，我在这里，
我这个应该不是我，人类寻求做钥匙，我钥匙，钥匙，钥匙和药这两个应该在一起的，称你或者我，那这个是有可能是我，那这个就是钥匙，钥匙，说和造应该不是一起的，哦，他这样一动，别的也会动了。只有内环的是不能动的，外面都是可以动的。那这个只有我是不会动的。嗯，寻求，人类凡人，我寻求钥匙。就好了。我交流钥匙，寻找人类做，做交流说。我钥匙寻找人类凡人，这上面是什么还是不知道。嗯，我还以为开了这个就能进这个门呢。电梯钥匙门锁和门钥匙，钥匙锁，好像可能还没出现，应该还没有出现。是在玩电子游戏吗？这次是人的脑内电子游戏吗？还是类似的，中间一圈是动不了的。你好，你，那这个你，你肯定在这里。这里有没有这个门就要挪到别的地方去。你是确定的？你是确定的？那这个这一圈也确定了。救助，这一圈里还有救助吗？没有。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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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和来，门，是这里的，这一圈动不了，第一圈动不了，动的只能是外圈。死亡，死亡，
旧门上死。与去去称代词，去的动词，那这个就不再是去的动词了，那这可能是上的动词。哦，因为去是上的。哎，怎么也没有在这个里面？上也是确定了，动词。你去，去是，去是这个。这边两条路，一条上，一条下，我先去下面看一下。这是我刚才要是选了这条路没有走，那个下面就是来这。这是那个挂掉的肉电池一条街，该不会是被什么 AI 当电池养在这吧？ AI 就是上帝。哎，什么鬼东西，进不去，是个人脸啊，好 creepy 啊。哦，厉害了，是要上去吧，要钥匙。那这还有个简历，人类，人类，样的还是从中间开始啊？否定和寒暄是不变的。否定，否定，那这个这一圈就确认了，寒暄。圈圈圈，复数，复数肯定不是寒暄，还有寒暄吗？没有。开开，这两个，然后它这两个要一起转，比如说这样，哎，有点过于简单啦。否定等候复数，寒暄开啪，这个很好确定，因为这个谜就有点太好解了，它比之前你那个猜字的意思要更难，要更简单一些。因为一旦里面的确定了之后，再把外圈顺着转就好了。去哪呢？也没地方去了耶。往这边，哦，可以解这个锁了，钥匙，钥匙，锁，
或者这个是开门。你就是我在等的人，对，我就是 the chosen one。 你好，你不会就在这复读吧？这是让我写这个，然后这样。我学写字。攀登门，陌生人来。好，然后让我写，这个是死。死怎么写啊？哦，居然没有死过吗？应该有一个表示死的词吧，刚才好像有看到过。哦，死。你看这个偏旁居然三个都有，哎，那肯定三个地方都有。你看我这再这样就跟死一样了。是这样，但是这不可能啊！这个先死，这个升天吗？升天，死，停止，复活。可是这个不是死吗？为什么这个又是死啊？死，死，为什么这两个都是死啊？诶？这是表示死的状态，这是表示死的名词吗？是分词性的吗？哎呦，哦，它这个偏旁是有意思的，你要根据这个偏旁来组成这个字，是不是？复数复数，你看这三个都有复数，哎，我应该是在有我出现的地方。复数复数，哦，不对，这个像是民族的复数，再来，民族复数复数的民族，这个是我的复数。我的复数，这个是我寻找否定，这就是不寻找。民族，我们不是啊，这么短？哎，过来。他把我当人肉字典进行信息提取了吗？我的族人建成了高塔。其他民族来到高塔这里。各个民族不再交流，各个民族彼此畏惧，就是在我们这个
世界线的这个故事里的巴别塔是说，有一群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到了一个从东方来到了士拿地区，然后要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能够通天的高塔，因为他们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繁荣，这个生产力也十分的强大，所以呢就决定修这么一座高塔，然后通上上天。那上帝看到这个情景，他就不乐意了呀，那怎么行呢？他说这群人他们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简直就是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事情，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就把他们的语言打乱，然后把这些人都分散到了世界的各地。然后这就是巴别塔的由来。我的族人因此离去，自我放逐。主，我们即将灭族，高塔即将毁灭。为什么你们自我放逐了就会？你的这个族人即将灭族，难道不是因为都沉迷于这种电子器械，不再互相这个繁殖了吗？哇，他真的要把我当人肉子眼看，这玩意儿要吸我。是我创造了你，你是关我就是钥匙吗？救救我吗？让各个民族交流，打开那些门，终止放逐，使高塔重获生机。哦，钥匙。啊，这里就是门的位置了吧？不过我有点，老实说，我有点路痴，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哎。好了，不要再复读啦。反正就是大概每层中间的位置吧。好，一出来完全找不着呗。刚才有什么门要开吗？刚才我有路过什么门要开吗？诶，我现在可以看懂他讲什么了。走开，我不想理你啊！狗屎。这里有门吗？这底下我都刚刚都没看到，这还有个地方可以下去。高塔即将毁灭，走开！这人怎么都这样子？这人又是一个挂了呢。让我想到。有个什么餐馆，上面写着不要问我 WiFi 密码， Talk to each other。 哦，这个门画的就在这里，那就在这个旁边吧，应该是不是就在旁边有门，我要开咯。是这儿吗？不是门呢？不对，这是我刚才进去的地方。这是他们玩电子游戏的地方。往下走。对，再往上走。这玩意真的好怪哦！
对，这里有个门要开。不要上去，你要上去高塔就完了。救救我们，让各个民族交流。好吧，我且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实在不行，我就独挡再来一遍。那问题来了，我要开的门到底在哪儿呢？是这个放逐的门要开吗？也不是哦，这个这就不是个门呢，是这个吗？也不是啊。那我走下去呢？去我来的地方。进了吗？哦，它就会响，是不是？当我离这个门近了，它就会响。不对，我好像又远了。但是爱月神选之人来晨跑，这是让我翻译吗？战士爱月，战士爱月，战士爱月，为什么这四个字？这个诗人乐手的句子是怎么组成来着？文言文：登山者于诗人之所求，道者于诗人之所求。他是要把这玩意放在他前面，对不对？放在宾语要放到前面。战士爱乐，音乐者战士所爱，对吧？音乐者，后面名词后面应该加一个这个像三一样的鬼东西。彼之所得活着，要什么什么所爱，要这个怎么？世人之所求，攀登，攀登的攀登愚者。攀登愚者，诗人所求。攀登者于诗人之所求。那就应该是爱要放在后面，然后乐器者彼之所得，
乐器，乐器者，哦，不对，还是音乐弹者。诗人啊，战士爱乐，音乐战士之所爱，战士之所爱。乐器，诗人之所操，那应该是诗人操乐器吧。神选之人操乐器，战士爱乐，乐器是那个音乐王城堡身上的。他这个复数是要在前面的吗？复数的神选之人操复数的乐器，音乐诗人之所爱奏，复数的神选之人他奏乐。对，乐器诗人之所操，音乐诗人之所爱奏，复数的诗人喜欢创作音乐，网城堡诗人将来，复数的诗人
是这样的。那这是我要开的门吗？请问。哦，是这里吗？是这里，是这里。书吗？复数的书，复数。然后呢？两本二。复数的书，书也不对，一二三四五六，六本书，复数，复数在后面。嗯。你好，我是放逐之人。你到我这里来，你到放逐之地来，我看你看着不像什么好人呢。他刚刚还监视我，原来刚才那个屏幕里就是这个人。你救了我的族人，我的族人将拯救高塔，我们将与各个民族商谈。啊，我应该这边选的应该是好结局吧。然后我要再下一层，去下一层。上楼，下楼咋下来着？
不来了。操！下一箱要在附近吧。为啥不能直接把我传到这个任务点呀？我自己我该走法也走到什么时候去了？那打不通，这不是重复跑图吗？就是在地下哪个地方有那个，是这个吗？是这个吧？很不响。能传这不？哎，可以。啊，早点传不就好了吗？被自己蠢到了。哦，刚才那个地方，他有没有什么事要我翻译的呀？我与凡人寒暄。那是战士的话。要不然就是凡人寒暄我，我凡人寒暄，我寒暄凡人。哎，凡人者，我
鼾声。哎呦，凡人我等非也，自由之身我等非也。凡人，我们不是凡人，暂时的语言真的是好原始啊。我不是凡人，自由之身我等非也，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不是自由的。他这个自由的甚至没有这个使，应该没有这个形容词使他之分。修愿以自由来，修愿自由是也，而且暂时都没有是或者否，他就否，他没有是。
自由修院士，应该是自由修院士来修院，自由修院士，自由修院士，动词放最后面，来修院，你们来修院，那就是修院。只说的文绉绉的，很难很难。何丹婷，这边吗？啊，跟着这个。好了好了，不要这么兴奋。是人们去剧场吗？剧场，剧场，人们或者是复数的诗人去。出去。怕死去吗？我可以帮你放逐自足，不会死去。哎，替你放屁呢！让这么多人看着，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对吧？哎，坏了，哼！哇，意思是还有三个，像你这样的还有三个。我会帮助你，我将终止放逐，我将与每一个民族商谈。那我再回到刚才那个电梯的地方，我就直接坐电梯，我就不走路了，走路也太坑爹了。应该从这边来的吧。
这就是我这个门呀。啊？不洁之人不得通过，不洁之人不做音乐。不洁之人不得通过。什么是不洁之人啊？我操！不洁之人不得通过。那就是你们不得通过吧，你们否定通过，不解复述的这个人不得通过，复述的这个东西就是凡人不得通过，凡人不得通过也不对，不洁之人到底是什么呀？也不是你们，不洁之人是鬼，其实鬼不能通过。这样呢？信徒吗？是信徒不得通过。信徒不能做音乐、奏乐、制造音乐。我们可以做音乐，信徒做音乐，复述的不洁之人创作音乐。战士喜欢音乐，这就开始弹琴。战士喜欢音乐，战士，复数的战士喜欢音乐。
置之不理，那我能进吗？勉强算是。好像不是这儿。地方又闪慢了，那这里也不是。还有哪儿啊这儿？哦，这里吗？啊，在这里。战士造大船，复数的战士举着船，哇，这么多。做族人，就不还有两个机器人吗？你好，你终止了我的放逐，我的族人将令高塔重获生机。那这个放逐并不是他们完全自愿的吗？是需要别人来结束这种放逐的，就是这个机器要被我关掉才行。他们也是相当于被他们族的那个最高层自我放逐的人，就是强迫也把其他人给放逐了，是不是这意思？我怎么进来的来着？这儿吗？
咦，他没有在聊天啊。耶！这个人是要偷东西，他应该是他头上有太阳，应该是那个什么玩意儿吧？教室，教室，看，钥匙。哇，我去，这么多人。来来来，这么慢的。哎呀，这个时候我直接不太对，不太对。先躲一躲，这个时候我也是，去这里。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啊，是谁？是你吗？哎，我人在哪儿呢？我人在哪儿呢？啊？你是陌生人，你不是我族人，我要阻止你。好，这些机器人全部都停了，这就是最后一个。你救了我，将拯救高塔，我将与每个民族沟通。完了，我刚才有点忘记，好像是要往这里走。自由在修院看到，哦，这是他每一次说这个修院有一点改变的时候，是确实是有改变。你看这个就是改变，就是他要我沟通做的事情。刚才有一个人说这边是自由的，然后还应该有那个植物园，刚才有人让我帮忙翻译，就是救一下他们的植物。对，那是这边。哎，也没有好啊。不是说翻译了找个人来帮忙吗？教室不在花园，我不喜欢。可是我有帮他翻译啊，怎么教室没有来呢？奥菲斯啊。怪了，再去找找。
有点忘记那个传送那个传送门在哪里。啊，肯定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一个造船模型的，但是没有成功。哎，又回到这里来了，完了，迷路了。这是最初的那个地方。哦，终于找到了，这，它是哪个？我还没发现。他俩没有在聊天啊。树的植物死的，这样我不愿植物死去，我不愿。还差一个字。我不愿意我不希望植物死去，不对吗？我不愿植物死去。看一下那个舒适的语法是怎样的。
还真没有完整的句子。我否定愿意，我不希望植物死亡。我希望不植物死亡。我希望植物死亡不。我你助我你帮助我，主语动词宾语植物主，我不希望植物死去。我我会帮你，我会做出配方。我帮我做配方。做药水，好像还差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分。炼金术师想帮怪物，炼金术师害怕，炼金术师不想死。那个怪物其实应该就是他们自己人变的，或者他的实验体变的。炼金术士，炼金术士想要帮助怪物，想帮助怪物。想要帮助，不解释。炼金术士，金术哦，复数的炼金术士，想要。不是不截肢人吗？应该是的。哦，有这个复数，复数的炼金术师想要帮助不截肢人。炼金复数的学者害怕，然后他请这个战士去保护他。炼金术师不想。不想，不想。
战士不惧怪物，战士会帮助学长。战士，复数的战士，战士，战士。复数的战士不害怕，不解之人。战士会帮助学者，人还怪好的，这么好讲话。复数的战士会帮助复数的学者，复数的战士帮助。是我复述的炼金术士，然后一会儿还要再去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被帮助了。看看这一层，这个有没有翻？好像这个已经翻过了。兄弟，我赤色心愿，兄弟者，战士非也。他的兄弟是，是兄弟，我之所寻也。他们语言是最复杂的。我之所寻，这个到底是不是复数？复数。复数的同胞不是战士，同胞不是战士，没有是，直接就是战士的，不对。那就是战士，等等，战士的复数不是同胞的复数。我找到了书，我们是同胞。我有书，所以证明我们是同胞。找到了族谱。那就是书，我之所寻也。书。我之寻得，我们是同胞，那就是同胞是我们，同胞者，兄弟者我们也，兄弟者我们也。刚刚是剩一个，不对，这个是
是没有否定。兄弟者，我们也，你看他这个高级语言就有个是，我们是啊，兄弟者，我等是也，我们是兄弟。啊，这真的是诗人的这个语言是最最复杂的。想想啊，刚才我到一楼，我要去一楼再看看我的植物园好了呢。看一下有没有帮他们打败怪物，是不是？哦，不对，他们应该是想要人给他们奏乐。应该是看一下那个一层，他们有没有放一层的人进来给他们奏乐，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诗人才能奏乐，其实一层的人也可以奏乐。去大门那边看看。反正肯定是人多的地方。找兄弟，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一样的东西在他们不同的民族的语言里会用不同的东西来指代，比如说这个神选之人其实就是说的就是诗人，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宗教上端的人士，或者是以为是我。就是暂时认为能够奏乐的这群人就是被神选中的人。找到兄弟了吗？这算是没有跳成就哎。这是多了个，哦，他是坐这个缆车下来的。哦，
忘记看那个牌子写的啥，诗人也上了。然后是不是要去矿坑看看战士有没有来保护这个诗人，因为怪物是在矿坑出现的。在图书馆见到诗人，图书馆那有诗人。哦，在这儿，好吧，这藏书。不过现在要去矿坑，那我来的那条路是矿坑吧？应该是的。空空的，难道是实验室后面那条路吗？再回去，那就是在右边往上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实验室旁边，三号实验室，短实验室。三号实验室有怪了，那就这个。这一阵人好像多了起来。这到底在哪里包围我们呀？还好吗？好像倒是没有好了。好，战士有了，把他抓起来了，这么厉害。哦，然后开始分析了，这玩意本来是人，看到没有，他就是某个连接术士变的。
又回来啦，是不是可以回去交任务？我们欢迎塔里的各个民族，因为这里这句话写的是我们欢迎塔里的各个民族。怎么还在这做梦呢？高塔即将毁灭，走开。嗯，不对呀，我不是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命运了吗？啊、哦，又点错了。嗯，这个人去哪儿了？他不在啊。难道我还有什么任务没有做吗？还是那个最上面他不让我去的那个门，是不是？你看他还没有完全被关掉，可能还有个最终的 BOSS 要打。嗯，只是电了我嘛，为什么没有游戏结束呢？上面怎么看着有锁链啊？正常的，黑的是什么？好黑，好可怕。嗯，这中间是个什么鬼东西？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把这个关掉，然后高塔才能恢复。嗯，那看着不太像成功啊。一直闪那个 glitch， 感觉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可能像我的系统出问题了，因为我好像也是个人造人 AI 那个样子。啊，想想这动作就出乱码哎。那应该还没有结局，这是个假的，你看，你看，好恐怖啊！那我要全部重新再来一遍吗？
看这里好奇怪，它这个房子都倒过来了，像是这个高塔里面这个建模已经混乱了，你知道吗？记得这边来玩的第一天应该是教我什么上什么下。诶，但这个蚊子已经支离破碎了。没用。诶。哎。过来，我怎么过来？帮我排水，然后从这边过来。这不就是一开始帮助过我的那个小坏蛋吗？当时我要去战士那一层的时候，就是他帮过我，然后就再没有出现了。嗯，这进来居然就是这个了，好奇怪哦！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层的。这上面全部都是凤雏，凤雏了。凤雏，这里本来要写什么？就是这个图，对不对？刚才看应该就这个图，不洁之人坐月吗？不洁之人坐月，应该是不洁复数的不洁之人坐音乐，应该是不洁之人坐月把战士迷惑了吗？这个柱子都变得奇奇怪怪的了。愚者，你是也。你看他的脸都变成了那个放逐，放逐，放逐。这是不是那个放逐放逐的人弄的？弄的什么？也可以看戏了，是吗？电梯我要是按了，它就自己上去了，是吗？同时又上去又按这个呢？
原来要把这个钱给他。你我不吸也怪不着你，是也怪不着你是。嗯，看的人心里毛毛的。啊，又是我忠诚的小伙伴。我有空，他会帮我开门。进去了，爬都是坟，意思是人都死了吗？这个人是放猪，这个人是放猪，这个人不是。上去的结果里面不是怪物，是他的兄弟吗？那不应该是好结局吗？哇，那是骨头，看这些是吗？看不到字符，是人寻到，应该是世人寻到了炼金术士。我这是日正正图，先看一下他们这个语法，我又忘了，这玩意儿太复杂了。当生者于世人之所求，或者是兄弟，
车，鱼，人之所寻得。他是寻到了，不是寻找。哇，这个完全看不清楚，一二三四四个字，四个字，好像是勉强可以看那个截图，是一个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个圆，然后有很多细线的，再去找一下。但不是这一个，上面没有光线，不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但这个完全看不到了。术的炼金术士寻求真理呢？真理。那是配方吗？不是配方，好像是一个更那个的一个东西，忘了发现了。他们寻求最后的真正的定理，真理，寻求真理。是这个配方吗？试一下。或者我们制造配方呢？动作戏啊，好紧张。
他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骷髅头，就他这个世界的炼金术士已经全部寂寂了。从那怎么着往哪儿走啊？死路完。水都倒着下来了，这三个要是下来我直接自己。完了，要追到了，追到啊啊！我为什么跑这么慢啊？吓死宝宝了。我发现一切都是我的梦，或者是个实验体。或者这就是那个被放逐的人。他看起来装束跟我一样，哎，难道我就是放逐的人？放逐人就是我。哦，不对，我把自己解救出来了。这个是我。他把我关到这里来了。然后把自己解救出来了。哎，他们好像开始对话了。你好，你终止了放逐，你拯救了我的族人。啊，我现在才是终止了，可是都没有看到我是怎么终止的。帮了我的族人放逐之地一死，可是。放逐之地是谁呀？难道就是？难道就是我吗？不对，难道是我的另外一个人格吗？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让人家来捉我。哎，停了，真的停了。看我这么特别，而且我能学会所有的语言，就是我了，对不对？往上走，你打开了那些门，你令高塔重获生机。刚才你不出现，现在又出现，我。这个落叶上来消息，艾尔登之王要登基啦！这才对嘛。同舟共济，看到真正的结局。多面体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他所有的人找的那个终极的概念，就是对他们来说最神圣最那个的概念，对他们每个来说都不一样的那个，像对炼金术士来说是那个真理，然后对诗人来说是那个美，然后对战士来说是什么。哦，
他们所有人就是就跟刚才那个映照了，就是一样的东西在不同种族的语言里它会有不同的表示方式，而他们所追寻的东西最后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巴别塔圣歌之旅也到此结束，感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里的观众，我们下次再见。如果有的话悄悄的比个爱心。